那位老师已经在我们的后台做好准备了。其实不用过多的介绍，因为他的天籁之音应该在大家的心中有深深的印象，对吗？对。云端一，惊艳歌声，唱腔让人身临云端。2017年到2021年，5年连续受邀央视春晚，他的代表作有《爱是你我》。云朵上的梦，我的楼兰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云朵老师。给大家现场献上两首歌曲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第一首歌曲叫做《爱是你我》。今天现场会唱的朋友多吗？多。这么温馨的场面啊，跟大家一起待会儿对唱大合唱好吗？飙一下高音。我问你，爱是你我，去也弹，我弹了。用心交织的手，完了，真的。